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大智度论》啊。那么这里讲到啊，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的二十啊的二十一件事？那第一件。是要跟弥勒菩萨说般若波罗蜜。第二件就是要让念佛的菩萨能够增益念佛三昧。好，那我们上次说过，这主要是要让他那么能够从持名观想观相到实相念佛。好，那这个在般若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般若经里面就讲到这一件事在般若经里面卷十卷十，那么在大智度论里面它是卷五十九。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们讲完然后再来说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一般我们所了解的念佛就是念佛见佛然后往生净土。通常我们的念佛法门，就是为了要见佛，见现在佛，然后往生净土。不管你是那么见药师佛、见阿处佛还是见阿弥陀佛，还是见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这个都是为了要见佛。那么，那因为要见佛，所以有两种，一种就是。还没往生之前见佛，然后见佛往生净土；一种就是往生净土之后，然后可以见佛，然后这个花开见佛，然后悟无生悟闻法，通常是这样。但是在初期大圣的见佛，它基本上是一种方便就是见佛是为了让你见法见法就为了让你就是让你见实相，要契入实相的方便。好，那我们来看，先来看《般若经》。因为在初期大圣那个时代，尤其在龙树那个时代，念佛法门已经很兴盛了，就是龙树是初期大圣的集大成，所以念佛法门从一开始发，我们说大圣主要是有净土法门嘛，念佛的净土法门，然后。有般若法门，有文殊般若，有华严法门，还有其他像宝积啦、法华这些就五大类。那念佛法门在当时是非常的兴盛。那念佛，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念佛法门到底是怎么个演变？那龙叔为什么这么说这上一堂课我们有稍微说过了，现在再来讲就般若经里面说到的，他说有人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念佛法门非常兴盛了那么遇见。十方无量阿僧祇，就是遇见十方世界，诸世界中现在诸佛，就是因为释迦佛已经灭度了，那么这个世界没有佛，那没有佛，有一些人因为怀念就开始佛灭佛在的时候大家会去见佛闻法，佛在的时候大家见佛闻法，然后闻法之后很多的正果，然后得解脱。或是不堕三恶道。可是佛灭后，那么大家由于对佛的怀念，那么开始从两个地方开始有所谓的怀念佛，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佛的遗骨，一个就是佛的遗迹，这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了，先大概讲，然后再来讲这个，然后开始有所谓的念佛法门。那佛在世的时候，当然就有。那主要是念佛的名号主要是十号摄受佛的功德，它重点是
一念佛的名号主要是在念佛的功德，那摄受在十号里面，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不算的话总共有十个，佛算就要就十一个，在大智里面讲了二十几个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先讲啊，就是说佛灭后开始啊，意念佛的遗骨跟遗迹啊，佛的深处啊，佛的成道处，佛的转法轮处啊，这《长阿含经》里面有，然后佛的涅槃处啊，然后开始念佛，那这种叫做意佛念佛。好，那慢慢发展到啊，那么开始念佛相好，念佛的相好，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类似像这样，所以。念这个变成是一种禅修的方便，原来只是观不净啊，比如说五蕴啊，这个不净啊，就是不净观。后来有所谓的净观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就佛的相好。那么开始观佛的相好，然后想要见现在佛啊，就是在佛灭后啊，那么对佛的怀念。那么释迦佛已经灭度了。那没有办法再来了啊！但是如果依法华经啊，佛其实没有灭度，灭度只是示现啊。那所以你如果诵法华经，你就可以见释迦牟尼佛啊，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啊，类似像这样啊。那就是因为大家对佛的怀念，就衍生出很多不同的念佛法门啊。那后来到了部派那个时代，已经有所谓的观佛相好。已经是一种禅观了，啊，所以当时流行的禅观，坐禅三昧经、观佛三昧海经、般若三昧经，都提到了怎么观佛相好这件事。那么都其中有一些慢慢就发展到要想要见佛，然后想要到往生到现在佛的国土，开始有这样。那么一开始只是说他观佛的相好是一种禅观。啊，所以坐禅三昧经，它就是主要是要得禅定，依观佛啊为方便，啊，般若三昧经也是，那要进入实相的依定发慧，主要是要依定发慧，那么由对佛的怀念，忆佛念佛，那么摄心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来看般若经，那就是说在这个般若经这个时代，已经是念佛法门已经是非常发展了，啊，然后有人遇见诸世界中现在诸佛的法身色身，啊，那个时候只有所谓的法身跟色身而已，但是啊后来就发展成三身四身啊，法身、报身、应化身啊，类似像这样。那法身基本上在佛陀时代就是无分法身。那么有人遇见现在诸佛法身色身，世人应闻受持般若波罗蜜。好，现在就告诉你，那么假设你真的想要见法身啊，依色身见法身啊，依观佛色身，依观佛色身而见佛法身，见佛法身就是见法啊。那《般若三昧经》其实也是这么中，《般若三昧经》是见十方现在诸佛啊，那么他还是见法的啊。后来我们就是。这个沙支论里面也引用般若三昧经，大智度论里面也引用般若三昧经啊，也是这个意思。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么读诵正意念为他人广说，这个是大圣的啊，我们说自利利他的啊，我们刚上一堂讲课讲自利有八支，利他有八支啊，那么自己相信又教他人相信，自己往诣塔寺教人往诣塔寺，自己受持教人受持，还是像这样。那么这个是大圣特演的啊，就是你自己受持啊，听闻受持啊，叫做闻持啊。所以大圣里面众陀罗尼，第一个就是啊闻持陀罗尼，听闻受持啊，然后第二个才是分别知，第三个是录音声，就是修，其实就是闻思修了啊。阿含经没有陀罗尼，但是大圣众陀罗尼，那这种陀罗尼基本上就是你对一个法。啊，彻底彻尾的掌握，第一个就是闻持，听闻，然后记起来，听闻受持。你听闻了不受持啊，这边进这边出啊，这边进都进不了，都这边出了，那这样没办法。所以听闻以后一定要受持，一持在心呐、啊，
啊，叫做意念不忘啊，闻此啊，那么因闻受此，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读诵正意念为他人广受啊，就是要让你记得清楚，然后正意念啊，如理思维了，好，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见啊，你看，那么你只要读这个般若，那因为当时的念佛法门有观佛相好的了啊，所以。无量阿僧祇世界中，诸佛法身色身，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亦应以法相修念佛三昧。好，那前面有说过啊，有菩萨啊，或是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念佛三昧，为了让这些修念佛三昧的人真意啊更殊胜，就是提升了 所以如果你念佛只是见佛。那么你就停留在一般的信仰层次里面，那你要提升，就是主要不是见佛，是要见法。见佛是为了闻法，闻法是为了见法，啊，那么见法才能得解脱，才得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初期大圣里面有一列别叫做《华严经》，那《华严经》里面有十大菩萨，十方世界的十大菩萨都来见佛，那佛的相好就是大般若，你讲这个大智论里面讲到的啊，就是这个佛现神足，放金色光明，遍照十方的刹啊，就是这些像。那么十大菩萨个个说偈来赞佛，那么这些偈啊，十大菩萨里面基本上也是在讲般若经这种概念啊。你看华严经，基本上那个时候念佛已经很普遍了啊，念佛的相好，念佛的相好，那后来就变成比较重在念佛的名号。啊，像《无量寿经》，或是这个《阿弥陀经》，都比较重在念佛的名号啊。那这个是一种，就是后来的了。好，那我们开始看《华严经》啊。他说，他这个观念也是一样。那《华严经》有十大菩萨，都是在讲这些事啊。我们还没抄完呢、我们只抄几个代表的就可以了哈、啊。那这个算是比较完整的了啊，这个比较完整的。我们先来讲，他说：“假使百千劫啊。”常见于如来，就是你佛时代也你常常见佛啊，你常常见佛啊，那你不是你见佛，舍依据阿含经里面讲，舍卫国有900,000人，9亿人，这1亿是100,000 啊，所以就是900,000啊，就1亿到底几万的，我们有空再来讲啊，就是说一般来说1亿是100,000啊。所以大概舍卫国这个大城，一个都市有900,000人，100,000那很多了啊，有900,000人，1/3的人见佛，其他2/3的人不见佛，1/3的人见佛，1/3的人见佛闻法，啊，就是1/3的人闻法了，但不见佛了，这1/3的人不见佛也不闻法，就是只有1/3的人见佛闻法了，啊，那么所以。那1/3的人见佛，但是他不闻法啊，所以见佛，就算你见了佛，那也不代表说你可以得成就了。你见现在佛，释迦佛就是现在佛啊，啊，那提婆达多不但见佛，而且他跟佛出家，在佛身边几十年，那一样，佛都很多侍者啊，就在照顾佛，佛有很多侍者，啊，阿难是最后一个啊，那么也是最长的一个，前面有很多个。那也不是每一个人成就的，所以单单见佛，并不就是啊，你就可以怎么样啊，证无生法忍或怎么样啊？没有啊。那么，但是佛灭后，开始就变成你只要见佛，你就可以见法。其实不是的，见佛不等于就可以见法啊。其实不是，但是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啊，就是一辈子的用功都只是为了要见佛啊，不是。啊，就是后来，这个是后来佛教变成这样了。那之前其实不是的，见佛是为闻法，是要见法。就算你没有见过佛，但是你听闻佛法，一直在心，那个是真见佛。须菩提见佛的例子其实也是这样啊。好，那我们来看，假使百千劫常见于如来，不依真实义。好，就等一下后面会讲什么是真实义啊。这个是真实义到这里啊。好，他说。而观救世者啊，就上次我们有说，救世者就是佛，佛就是救世者啊。那个在那个偈里面啊也有啊，那就是《归敬三宝偈》里面，好，我们看一下，《归敬三宝偈》上次我们有说到啊，
一心恭敬三宝与及诸救世弥勒等啊，就是佛了啊。好，那就是未来，他是未来佛了啊。就是那么世人取诸相啊，你看世人取诸相，就是你要去观佛。那个时候很多都是观佛啊。我们说那个时候主要的禅观的经典，坐禅三昧经啊，波州三昧经，观佛三昧海经。初期大圣的了啊，坐禅三昧经，观佛三昧海经。我们那个观无量寿经十六日落日十六观，那个是很后期的了，观无量经是很后面的了啊。那这个是非常早期的，就是观佛，部派时代就有在观佛了啊，观佛三昧海经。跟波州三昧经啊。波州三昧经很早就翻译过来了，三国时代就有了，支罗迦谶有翻啊，波州三昧经非常早，初期大圣很早的啊，他们重点都在观佛像。好，啊，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也是初期的，他已经比较重在就是执持名号念佛的功德。就比较重在念佛的功德，但是无量寿经其实是庄严净土的，啊，跟观无量寿经求生净土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啊，我们先大概知道这些啊，真正讲到念佛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说。好，然后说世人取诸相啊，就是你观佛相好啊，通常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通常是从三十二相去观，啊，那每一相其实还是回归到佛的功德了。你具足这一项，你就是必须修具足这种功德，你才有这种相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八十种好，那个是印度的说法啊，啊，这个其实就是威仪的部分啊，这个是相貌的部分。好，那么已经是在这样的观佛相好了。那么他说，假设你取诸相，增长痴惑网啊，你看，啊。就前面有讲，就是说你如果见佛，那么你执着这个佛的相好，那个是欲贪相，啊，那个是欲贪相哦。好，那他说增长痴惑网啊，就是增长烦恼而已啦。系缚生死欲，盲明不见佛啊。你看，啊，所以像《金刚经》也是这样，啊，若以色界网，因生求网啊，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一样的道理。其实因为观佛的这个法门。啊，我们也叫念佛，啊，只是他做观啊，观佛的法门流行起来之后，大家变成只取那个相好了，所以开始不管在般若经，啊，在这个华严经里面，都特别提出来强调这件事，啊，那他说怎么样？那怎么样真正的这个见佛呢？观佛要怎么样呢？观察于诸法，你看，啊，原来他就是以法为核心的。后来变成以佛为核心，然后呢渐入法啊，变成这样。现在再把它拉回来啊，观察于诸法，自性无所有啊，就是一切法自性啊，无所空了。如其生灭相啊，啊，就是你知道这是生灭灭矣啊，就是你不只取这个生灭相，这个就生灭相是有为嘛，有为法啊。那么如梦幻泡影，类似像这样啊，就是说它其实是无常无我的，但是假名说。啊，这个很像般若经的说法哈，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这个是真正的见佛，这是真正的见佛。然后你看他讲，法性本空寂，不可得思量。性空即是佛，啊，不可得思量，啊，应该讲这个。好，啊，不是，这里是无取亦无见啊，写错了。性空本根本空寂，无取亦无见啊！这个要写错。性空本空寂，无取亦无见，写错啊！啊，改过了啊。那么法性本空寂了，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好，
那这个是《华严经》里面啊，就因为龙树菩萨是在解释般若经的，那般若经里面就讲到啊，这个念佛要这样念。那所以他在一开始啊，这一开始写的这些其实是跟后面也有一些关系。他就说，那为什么要讲般若经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这种概念，你去念佛的话，你就会变成啊，类似像这样的啊。我们再来写啊，因为那个时候念佛法门已经是啊，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啊，就把这个擦掉了，应该有些人还没擦完啊，先擦那个好了。我们插这里好，好。再来看几个啊，他有十大菩萨都在讲这件事，我们就举其中的几个啊来说啊。那这个是所谓的一切慧菩萨，这十大菩萨都是以慧为名的啊，这个是一切慧菩萨啊，这。然后另外有一个叫做经圣慧菩萨，这个是一样是这里的啊，那我们就是来参考了啊，圣慧菩萨。那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啊，当时念佛法门殊胜，有一些人已经都是只是为了见佛，只取那个相好，所以在大圣般若经或是华严经里面，就是要把这种观念扭转过来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归到啊这个以法为核心的啊。那么圣慧菩萨他说，凡夫妄观察啊，凡夫虚妄啊，去观佛妄观察。那现在很多念佛都是为了见佛。那以为见了佛就能够悟无生，其实没有啊，其实没有。在初期大圣已经不断强调这样子了啊。那么取相不如理，啊，就是不如理思维了。佛离一切相啊，非彼所能见，迷惑无知者妄取无印象，不了彼真性，世人不见佛，了知一切法，自性无所有啊，跟前面讲的一样啊，那是不同的说法，但是都是在强调这一件事。如是解法性，则见如色那。啊，像般若经讲的，要见佛的法身、色身。啊啊，如是解法性。那么，则见如色那。如色那佛就是法身佛，就是见佛的法身啊。后来我们把如色那变成报身佛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其实卢舍那就是毗卢遮那，它梵文是一样，它只是翻译不一样啊。那就其实一样了啊，但是后来变成是说，我们变成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啊。其实这个是法身佛啊，法身佛啊，就见佛的法身了啊。这个是圣慧菩萨啊。
然后另外啊，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就好了啊，一个另外一个金镜会菩萨，然后来了解，其实初期大圣啊，初期大圣念佛法门、观佛这个法门兴盛的时候，其实就是也一样，就是要引导到见法啊，啊，所以要有智慧嘛，都精进慧，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这些社会圣慧、精进慧、一切慧啊，这一切慧就是了解一切的智慧。然后这种其实就是在说明啊，你菩萨要念佛、要观佛，你要有般若波罗蜜。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观佛见佛反而更执着。你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你观佛见佛能够依佛而见法，能够依法得解脱啊，其实这样就是能够得无漏慧了啊。那你要先有这种观念，所以这个你才会讲为什么要让念佛修念佛三昧的。那修念佛上面，当时都是以观佛为主啊，啊，其实是这样。好，所以因为观佛因为你观佛，你很容易见佛，就是见佛相嘛，因为唯心所现嘛。上次我们说过，但是这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一个转折点。你这里就进入世间出世间，啊，就是你妄取无印象啊，佛的三十二相其实就是无印象啊。啊，世人不见佛，不了彼真性。好，那来看金镜会菩萨说的，十大菩萨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些事哦。啊，那因为华严经都是十嘛，啊，那我们就举几个重要的就好了。啊，他说，金镜会菩萨说，这个若得见于佛，假设你因为观佛而见佛了。那么其心无所取，假设你没有学般若波罗蜜，你很容易观佛见佛就执取于佛，很容易很容易。那么一旦执取于佛，你就不容易见法，你就不容易见法啊。那此人则能见如佛所知法，一切啊啊，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功德会，这个是功德会说的，精进会另外讲啊啊，这个是功德会菩萨啊，我抄了几个啊，另外精进会啊一样啊，你看他都在说明些什么，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啊，再来讲精进会的。他也讲很多了，我只是举一个，因为我们只有第一个写完整一点，其他就大概写重点了啊。这个是功德会，啊，然后精进会啊，就取一个记就可以了。他说，有见则为过。假设你有见佛，你忆佛、念佛、观佛而见佛了，有见则为过，那还是烦恼。此则未为见，这不是真见啊。远离于诸见，如是乃见佛。那么这些都是说你要有性空慧，啊，性空慧就是般若，啊，一切法无自性的这样的概念，啊，你先要有这种概念。这种从哪里得来？从学般若波罗蜜中得来。那么所以他才会跟你讲，你为了让修念佛三昧的人
那早期的念佛三昧，多数从观佛，多数从观佛，而不是从持名念佛，不是，多数从观佛上去修，然后要见佛，观佛的相好，好，那么都是从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实相会嘛，啊，般若，所以才会说你为了让修念佛三昧的人增益，那么所以要说般若波罗蜜。如果没有，那么他念佛很可能见佛，但是他见佛没有办法得无漏慧。他见佛，但是现在人多数念佛见佛是为了往生而已啦，他并没有这种概念。现在的人重点在见佛，啊，然后就觉得只要见了佛就一定能往生。那我们说你见佛一定往生吗？我告诉你，也不是，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真的。不是见佛就能往生，要真的讲往生，是每一个人都往生啊，是往生到哪里啊？好，那你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见阿弥陀佛，你就一定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吗？我告诉你，也不一定啊，真的。但是现在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啊，啊，好，那这个我们有空再来说啊，我们先把这个说一下。那先了解一下，就是。念佛，因为后面也有很多有关于念佛的，念佛三昧的哈。那我们先大概，现在只是先大概了解啊。那因为这个牵涉到比较复杂的东西，佛灭后，大家对佛怀念，那么引发出对于佛的疑骨。佛灭后，基本上是这样啊，对佛怀念啊，佛灭后，那么对佛怀念嘛，怀念佛嘛。啊，对佛的一种怀念，那么引发出啊对佛的疑骨，啊乃至疑机，这跟世间人一样啊，啊世间人也是人死了，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爷爷奶奶啊，或是你的谁，那对你很重要，他往生了之后，你会对他的遗像，啊你就是常常，但是因为佛时代不准用像，佛像没有像的，佛时代是没有像的，佛时代是没有像的哦。那佛像一直要到就是比较后面了啊，佛灭后很久了啊。那基本上佛像的起源基本上是啊两个嘛，一个是印度希腊的这个叫这两个地方啊。那开始造佛像啊，就是印度人进那希腊人进印度的时候啊，那弥兰陀王，然后他是开始依当时的一些经论，然后造佛像啊。那么这些佛像开始，佛像就流行起来啊，然后也开始有观佛啊啊，一个叫做啊在犍陀罗了，大概在初期大圣这个时代啊，就一世纪初。佛像基本上在一世纪初那个时候，就初期大圣那个时代，然后一个是犍陀罗，一个是摩陀罗。那犍陀罗是希腊系统的，摩陀罗是印度系统的。那么通常就是我们说的菩萨像，就是有肉髻的，然后根据的描写，然后开始造佛像，那个时候才有的。那么最初是没有的。那佛灭后，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像，代表佛陀的。有已经有浮雕啦，有一些，但是代表佛陀的就是，啊，佛成道的菩提树，佛转法轮的这个法轮，初转法轮说法的初转法轮，还有佛游行四处游行的脚印，啊，那么依这三个，主要是依这三个代表佛，你看有一个脚印，那个是代表佛，啊，看有这个菩提树，那个是代表佛，啊，看这个法轮啊，就是转法轮啊，那个是代表佛。那不可以，不允许有佛像。那像我们受持的是四分律，四分律众学法里面一百条，啊，众学法最多的有113条，最少的大概升起律66条，啊，那没有人讲到佛像。但是法藏部众塔，啊，就是遗迹啊，这个就是遗骨，遗骨后来就变成塔嘛，佛塔嘛。舍利塔，这个是舍利。那舍利建塔啊，所以你看法藏部我们的四分律啊，
一百条里面有24条跟塔有关，有2条跟佛像有关，从第60条到第85条都是不可以塔下埋死尸，不可以捉妇孺从塔下过，然后有2条佛像的啊，一个是不可以安佛像在楼上，不安佛像在下房，你自己在住上房，不可以持佛像从大小便处过啊。例如像这样，基本上这26条在其他的律典里面都没有塔，没有像啊。但是你看看它，单单关于塔就20几条啊。那你像十诵律的话，应该是总共有113条，没有2条这样，没有1条是有关塔跟像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有一个部派是专门种塔，也专门种，就是也，但是观佛像这件事是初期大乘就开始普遍都有了，很多部派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小小的那个佛像，然后来做来观了，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就有一点像现在泰国很多那个佛牌啊，小小的佛像啊，以前他们就是用这样来观佛的啊，那个是以前佛灭后是这样的了啊，就是佛灭后开始对佛怀念啊，那么就怀念就2个代表佛的，一个就是遗骨啊，就是舍利塔，一个就是遗迹。那这个遗迹在如果在应该是长阿含里面啊，那就说阿难就问佛啊，他有这么说了啊，就是佛灭后那我们见不到佛怎么办啊，那开始就说那你就是佛，他念佛就是这个是念佛啊，就到舍利，那这个就是变成从佛的遗迹，就是四大遗迹嘛，后来变八大圣处啊，就基本上是佛生死，佛成道死啊，等一下后面大智慧里面有这个有关于佛的啊，其实就从这边演发出成八相成道啊。那么佛说法时转法轮时，另外佛涅槃时，那么就是你到佛身的地方，佛身处，那么佛成道处去看，然后想起佛就知道佛身时功德如是啊，佛身时啊，这边功德如是，佛对世间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啊，就是这样来忆佛念佛啊，就是说我们看整个念佛的转变啊，功德如是，就是佛出现在世间怎么改变了这个世间，怎么影响这个世间，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知道了些什么，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有什么利益啊，就救世者嘛啊。那么佛成道时，佛是用什么来成道的啊？那么神力如是是救啊，神力不是神通，真正的神力是什么？佛法里面真正的神力是什么？般若啊，智慧是真正的神力啊。阿含经里面就讲啊，众生的一切苦都是因为愚痴，众生可以离苦得乐都是因为智慧，只有智慧才能真正离苦得乐。真正的神力，最大的神力，当然它有很多了，戒定慧啊。那么真正的神力是智慧，最大的神力，然后戒定都是为了铸成智慧的啊，定是为了引发真正的智慧，无漏慧嘛。戒也是啊，为了完成智慧而有的啊。所以一般我们讲嘛，戒就是控制烦恼嘛。烦恼就是没有智慧才会起烦恼嘛，定就是调伏烦恼嘛，戒是控制烦恼，定是调伏烦恼，慧就断除烦恼。那佛法不过就是这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神力如是，就是佛用什么来成道了？佛依什么成道？依什么成道？依般若蜜成道，依智慧成道啊，这是主要的。然后转法轮时。啊，这个就讲到自利他了。佛跟阿罗汉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度众生的能力跟度众生的数量不一样，度人如是。啊，
所以菩萨道基本上还是依佛的啊。那么另外佛涅槃时啊，就是到佛涅槃处啊，到转法轮处啊，到佛出生处啊，佛生处啊，在这个在蓝毗耶，这个在蓝毗尼啊，这个在鹿野苑啊啊，不是这个在菩提迦耶，这个在鹿野苑，这个在居士那啊，后来就佛弟子就到佛。代表佛的这主要这个四个地方啊，那阿育王就在那个地方就盖那个住嘛，就寻就是去这四个地方，后来就变成八相成道了啊，再增加。那八相成道有很多种说法，后面我们再来讲啊。那度人如是，那佛涅槃时怎样啊？以法如是啊，佛怎么度众生？那好，现在佛不在了，现在重点是那佛不在了，佛不在了，那怎么办？没关系啊，《一教经》里面有讲嘛。啊，你把佛留下来，佛不在了，但是你见佛最主要的就是闻法，你见佛最主要就是闻法，现在佛不在了，法留下来了，所以主要是要闻法。很多佛陀时代的佛弟子也不一定见到佛，但是他依法就得解脱啊，其实是这样。那有一些实际上在佛身边不依法，他也不能得解脱，所以重点不在佛，重点在法。但是佛没有说法，一般人不知道，所以后来就由佛弟子说法。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见到佛的嘛，也不是每一个人随佛出家，有的跟阿罗，有的跟这个舍利佛、目犍连、富罗那出家，他也不一定见到佛的啊。所以以法如是。那么开始啊，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念佛。那么最早的念佛当然就是佛在的时候，有一些比丘在森林里面怕鬼啊、怕蛇啊、怕什么啊，就念佛的功德，或是有一些主要是在家弟子啊，主要是有很多在家弟子，那么遇到痛苦困难不安的时候，心里面不踏实或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念佛，想起佛的功德，心里面有力量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个一开始就是念佛的名号，那后来开始就是这个名号里面讲到佛有力量啊，就十号嘛，一开始就现在南传念佛还是念佛十号啊，啊，后来慢慢变成佛灭后啊，就是念佛就是绕舍利，那么这个还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功德，那么念佛名号也是念佛的功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也是念佛的功德，那么这念佛这个绕这个舍利塔拜舍利，这个也是念佛的功德，想起，因为由这个舍利就代表那个人，那个人就做了哪些什么事，有什么功德。那么念佛的遗迹也是念佛的功德啊，佛生死啊，佛成道，佛转法轮，佛涅槃啊。那么这些其实都念佛的功德，那重点在念法啊，因为佛是依法得解脱的，依般若波罗蜜啊，这是最主要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稍微讲一下所谓的念佛跟般若啊，念佛跟般若。好，我们把这个擦掉，就大概讲到这里啊，就是稍微完整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啊？那么般若波罗蜜说般若波罗蜜能够增益念佛的这一些人。因为菩萨就是想要到这个佛国去，如果依般若经来讲，你怎么样可以往生到有佛国土，如果依般若经来讲，你怎么可以往生到有佛国土，你学习般若，不是说，我持此名号，没有没有，般若经保证你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啊，以前我常常读般若经啊，他说你从一佛果，就是菩萨摩诃萨从一佛果，现在我们都强调啊，就是像无量寿经强调往生的四种，发菩提心修诸功德，无量寿经是强调四种往生的条件，到了阿弥陀经就变成信愿行啊，无量寿经是强调四种啊，这个发菩提心修诸功德，然后一向专念回向发愿啊，
我们稍微也讲一下这个好了，就顺带讲，有讲就顺带讲。因为北传受净土法门的影响很深，90%不管在家出家，基本上都是要念佛往生。到了明末之后，明清以后都是这样，不管你是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唯识宗，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后来全部倒归净土，那这个影响蛮深的。后来因为这样，大家只是为了见佛、为了往生，所以法就没落了，其实这样哦，断烦恼到极乐世界再说，解脱到极乐世界再说，就没有这样的啊。后来就变成佛法就比较没落，其实真正的念佛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因为大家对念佛法门其实误会蛮深的，造成就一句佛号，只要能往生就好，什么方法不管，只要能往生就好，只要往生，那么你就保证成佛啊，不是这样子的，佛法不是这样子的，真的。好，那无量寿经讲四种念佛，不是四种念佛了，就往生的必备的四个条件。我们是刚好讲到为什么可以正念念佛上面，就顺带讲了啊。我们重点不在讲这里，但顺带讲啊。那么一个就是发菩提心，那么不过这个后来到了观无量寿经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的净土法门是不一样的，那个这个年代有关系啊，越后面就越方便，其实就变成越随便了，就其实是这样的，发菩提心修诸功德，那你三倍是从修诸功德里面去分的，大修功德、修诸功德跟多少修善就分成上中下，因为无量寿经是讲三倍嘛，就三倍，然后之后才是一向专念、回向发愿。那到无量寿经变成只强调这两个，然后再强调信，就变成信愿行啊，这个变成行，这个变成愿，就简单了。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浓缩本，就等到就变成信愿行，就到了无量寿经变成三资粮，在阿无量到阿弥陀经变成是这样，到在无量寿经其实它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那么用这个来分上中下辈的，上是大修功德要修很多的，那么中是修诸功德，这个是下是多少少修，就是但多少要修多少修善就变成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说这个念佛那 一开始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受念佛的影响所以变成大家都变成要只是求往生就好其实佛最早的念佛法门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好好，那这个是在我们要说这个为什么般若为什么般若可以增益念佛三昧因为你有般若，你念佛摄心念佛之后，那么你不管有见佛没见佛，你都能够依这个定，其实就回到依定发慧，依定发慧那这个定，因为我们的心是善乱心，我们的心有主要存在两个障碍，就是我们不能引发无漏慧啊。主要有两个障碍，一个就是散乱，我们就是调举；一个就是昏沉，叫做暗昧。那这两个会让我们心没有力量，心没力量，你不能引发无漏慧。所以修定最重要的就是专注、清明，它就是两个嘛。专注就去掉这个散乱，清明就去掉这个暗昧。修定最重要的是这样。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你专注清明呢？也许观呼吸也就是四十个月处它从你种种的，但是因为很多人佛灭后对佛怀念，所以就用念佛，那么很多人念佛念欢喜嘛，所以用念佛来取代这一些，那么变成三昧，其实就是定嘛，定慧均等，那么由这个念佛的方法来提升，让你可以得三昧。
那么再从念佛三昧里面，那么见法，啊，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啊，就因为我们要说到这个有菩萨修念佛法门，其实就修念佛法门啊。那念佛法门的一个关键处就是得念佛三昧，其实是变成这样。所以这里其实是有菩萨修念佛法门，想要得念佛三昧。那么佛为了让这一些人在念佛法门中得到真正的利益，所以要说般若波罗蜜啊。就像刚才我们华严经讲的啊，你见佛了之后，你不能取这个佛像。那很多人取了这个佛像，更只取什么？我要往生净土，就只取要往生净土。那见到莲花啦，见到光啦，见到佛像啦，啊，那么那你只取了，我告诉你，这个跟佛法不相应，啊，那一开始是这样子的啦，那后来就变成啊，就只是为了要往生为目标啊，都变成这样了。好，我们先下课。
我们继续来讲啊，那刚才讲啊，在般若经里面，怎么往生净土呢？怎么往生到现在有佛国土呢？它主要就是，因为佛是依法成佛的，所以你只要跟般若相应，你只要跟般若相应，你就会跟佛相应。那么跟佛相应，你就会生到有佛国土。依你的业，依你的心，依你的缘，你就会生到有佛国土。所以在般若经卷二，这个在大智度论卷三十八里面啊，在解释般若经，菩萨摩诃萨与般若相应。前面讲你念佛要跟般若相应，那现在因为我们念佛的人基本上都是念佛见佛往生佛国嘛，但是般若经不是这样，般若经是念法，念法见法。那么你念法见法，假设你还没成佛以前，那么你一定会往生到佛国，你不用特别发愿，说我愿生西方，或愿生要生这个东方，或要生这个弥勒多帅天，不用，你不用发愿，你也不用执持名号，都不用，你只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你看，他就说菩萨摩诃萨与般若相应，就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了，其实就是跟法相应。从此间中啊，这个是舍利弗问的了，就是你这个世间你修般若，但是你还没有成佛，还没有究竟之前，从此间中当生何处？那么会生到哪里呢？啊，舍利弗，此菩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常持诸佛，终不离佛。这个就是般若，般若里面告诉你怎么样往生净土，你不用发愿。你也不用执持名号，你不用观佛相好，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你只要跟佛法相应。因为一缘起的世间，你跟佛法相应，你就会升到有佛法的地方。那么你跟佛法越相应，你是相应到佛所见的法了，你就会升到有佛国土，你常持诸佛，终不离佛。那么这个是最根本的念佛法门，往生净土法门。在般若经里面，你怎么可以往生到有佛国土？现在佛的国土最主要你要跟般若相应。好，那么但是后来的人根基可能没那么好，那依念佛法门叫他生到现在有佛国土，那这个过程里面让他有般若，然后能够见法，主要是这样。像《波多三昧经》就是这样，《观佛三昧海经》就是这样啊。所以依着你想往生净土的心，依着你想往生净土的心，那么告诉你怎么摄心。然后在摄心当中，那么前提是你要跟般若相应，你就能够真正往生到佛国净土啊。其实是这样。那么这有一点像后来净土法门里面的善辈或善品啊，善辈跟善品啊，其实就是跟般若相应的。好，那这个是我们说到，就是前面这个念佛，有关于念佛跟般若这一件事啊。好，那接着我们要看，接着底下就是讲这个佛传啊。他说，受一导师的这个科判写的21件事里面的第三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为菩萨当来下生的佛。弥勒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那第二个就是为这一些念佛的这些菩萨啊，那么能够真正得到念佛的殊胜啊，得念佛三昧的时候能够以法相应。好，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啊，就真意念佛三昧。第三件事啊，就是他讲受请转于甚深法轮。那么我们先来讲这一件事，这件事里面包含主要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佛转法轮，那么各大部派的传说都有这么说，各部派都有这么说，说这个佛一开始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不想说法，一开始是不想说法。那么这个跟儒家论语里面啊，那么应该是阳货篇还是怎样啊，
他说这个孔子啊，说法说到了啊，就是他周游列国啊，到处去传播他的这个所理解得到这个人道啊，啊，去传道久了之后，他也不想说啊啊，与义无言啊，我不想再说了，跟这个子贡他们说，我不想再说了啊。那么这个不太一样啊，那老子是一开始就不说啊，最后也没有说啊。那佛陀是啊，就是我们讲儒释道嘛啊，都基本上老子是一开始就没有跟人家说，到他走的时候才把他的这个道德经啊再写下来传给一个人而已，他从头到尾没有再讲啊，很少了，没有像这样讲。那孔子不是，孔子是周游列国四处去讲，但是讲了一阵子之后，他跟他的弟子讲，我不想再讲了。啊，子贡就很紧张啊，那老师你不讲，那我们要怎么样记录？啊，那但是佛教是各个部派都传说，佛陀一开始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那他就不想讲。那但是这样不是违背菩提心吗？菩提心就是说度众生啊，你不想讲就度众生啊。但是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最主要，当然是说这个法甚深啊，非常的深。那我讲就是多数啊不能理解，甚至会被误解。我们看现在的佛法也差不多知道啊，就是说我把它讲出来，因为跟世间人的想法差太多，那么多数人没有办法理解，那么还有更多的人甚至会误解，不能理解就算了，还误解啊！我们看现在的佛教就知道了。那所以佛陀曾经不想说法，而且还是各部派共同的传说。好，那当然后来有所谓的梵天请转法轮，有这件事。那当然这个说法就是说啊，佛法要有人请，要有人请，显示佛法的尊贵。那谁来请呢？当时印度人的主神叫梵天啊，当时梵天是最主要的，后来有毗湿奴、湿婆啊，他们有三大神嘛，后来三神合一啊，那么就是梵天来请法啊。那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说有一个佛不想说法啊的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些的记载就是从佛陀，因为在大智日里面有关于啊，有关于佛八相成道这件事啊，它记载在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个卷里面啊，这是一开始就有啊，一开始就有所谓的这个，这里讲到啊佛的稍微简单的这个一生啊，这个叫做佛传啊，这个叫做佛传。那后来有所谓的八相成道，那我们刚才讲八相成道其实是从四相来的，就是佛出生、成道、转法轮跟涅槃。那所以单单八相成道有不同的说法，至少有三四种啊，至少啊有三四种不同的八相成道，那都是从这四种来的啊，就是出生、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好，那对于佛陀一生的记载，主要是有几部经典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来看这主叫佛传，我们说的佛传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底下就牵涉到佛传，那么我们还要必须要知道，就是第一个大智多论，它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百科全书。那百科全书它就是说，它会收集当时所有的经论说法啊，那么来解释啊，他当时的佛法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些很多也是传说，那也不是说他记载的这一些，那因为他类似像百科全书啊，他就是把有的说法，他也融入经过他自己吸收或怎么样，他会把它拿来解释。但是有一些也并不一定可靠或可信啊。你要知道，举个例来讲，
大智里面也提到这个罗诃罗，摩耶夫人怀了罗诃罗六年才出生，但这件事不是历史的事实，啊，那但是大智度论也列举了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先要理解，就是大智度论所举的这些内容，它是集合当时初期大圣的一些经论，啊，那么来说的。好，那这里第一个，它的标题，导师的标题是说受请转于圣身法轮，重点在于请转法轮。那转什么法轮？转圣身法轮。圣身法轮是什么？般若法门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他会从前面开始讲啊，那最后面才讲这个梵天请转法轮。那前面会从释迦佛出生啊开始讲啊，然后他出生出家啊，出生然后出家，然后六年苦行啊，然后这个降魔啊，那这里的八下乘道不太一样啊，就是降魔，然后转法轮啊，那 后面没有讲涅槃啊，就讲到转法轮，那就是他从他出生到转法轮，那后来就讲他转法轮要讲圣身般若法轮啊，那这个法轮啊，当然我们说初转法轮是讲四圣地啊，那么但是圣身啊，圣身法轮啊，就般若蜜，好，那这个是所谓的第三件事。好，那讲这个我们就顺带要讲所谓的佛传啊，那这我们有讲看。现在我们先大概知道一下啊，就汉译的佛传，基本上我们看得到的大概就这十一本，那主要集合所有佛传的啊，基本上一般来讲啊，佛传主要是三大部分啊，那最主要是在律里面，最主要是在律部啊，就是有关于佛，我们要感知到经主要讲佛说的法，那么律里面有稍微记载佛的一生，那么佛的一生基本上记载在律，但是主要记载到佛从出生到回向省亲，然后最后入涅槃这一段而已，中间其实是没有特定的记载了啊，就善的记载啊，就是最主要出在律部，就是佛传最主要出在律部。那律部里面记载的，就是从出生啊，主要是出家了啊，也不是出家修行。那么出家修行到成佛第六年。主要是这样而已，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佛传牵扯的比较多，然后甚至讲到啊，尤其后面的大圣经典讲到啊，佛多久以前，啊，那么经历多少佛以前啊，怎样，就讲的非常多了。那这些到底是怎么来的啦？啊，都是佛说的吗？佛没有说，谁知道？啊，但这个都是佛说的吗？啊，我们来看，就出家修行到成佛第六年。第六年回乡省亲了，啊，基本上都是记载到这里而已，后面就没有了啊。那回乡省亲，第六年回乡省亲，第四年度舍利弗目犍连嘛，啊，第六年回乡省亲，回乡省亲度那个释迦祖，去见净饭王，然后度释迦祖。四种就是释迦祖啊，好，基本上一般的律部，就是我们比较早期的啦，早期可靠的了哈，啊，那基本上就出在律部，出场上都出在律部，然后记载的不多啊，像这个就是律，文本书里就有部的破身事啊，1到9卷都在记这个，好，那其他的律也有啊，但是没有那么全就是了。好，那第二个就是啊，这个晚年。
也是律部的了哈，就是第一个从出家啊，第一个是出家修行到成佛第六年回乡省亲度四种，第二个就是晚年做最后游行，所以这个记载在游行经啊，《查罕经》里面一个游行经啊，就这个记载比较详细啊，从他要这个毗舍离啊，那么要这个受最后供养，然后受这个阿摩罗尼供养，然后说三个月又要入涅槃，然后就是一直到入涅槃啊这一段期间啊晚年啊，那么做最后游行，最后的游行，然后入居士那，至居士那入涅槃。好，这个是第二个，最主要是这两部分了。后来又加上出生，本来是从出家，后来又加上出生，啊，就现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了，出生的因缘。啊，就是大智论里面说的好，后来又加上出生，这个是后来又加上的了啊，诞生的因缘啊，就诞生的因缘，然后这个入母胎啊，类似像这样啊，啊，就诞生的因缘，就是说他在倒立天空啊，所以有时候八相成道会加上降胎啊，就从倒立天。起六爻白象入胎，然后就很多很多的想象，啊，很多很多的想象。那大部分都说佛陀是不入胎的。那后面会讲到右胁出生啊，就是我们先有一些我们会觉得，啊，这些人家会信吗？这可信吗？那龙树讲的就能信吗？还是龙树讲的就一定是可以信的？我们要先知道龙树是结集当时的各种说法，这些说法是怎么来的？我们先讲这个。啊，不然有一些你会看经典里面有一些很夸张哦，比如说最夸张的应该是，比如说佛陀在母胎，他其实是不住母胎的，他不住母胎，要出生的时候他才这个下来啊，就入胎，然后生的时候是从右胁出生的。那大部分的佛传都是讲右胁出生啊，但是也只有这个有部这个。基本上没有特别强调，那这里也讲右胁出生，就是说佛传的诞生因缘，我们现在看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像卡通漫画这样，好像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样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等一下再来探讨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大智度论它是集合当时很多大圣经传说，它都把它纳进来了啊，像这个罗诃罗在摩耶夫人的肚子里面六年。那佛成道的时候他才生出来，那这个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啊。但是佛传有很多种说法，各个部派传说的不一样啊。那我们先了解这件事啊，就是说佛传基本上分三部分啊，一个就是最早的啊，就是记载佛陀出家修行六年苦行，然后到成佛，那第六年回乡省亲，就中间第一年度谁，第二年度谁，第三年度谁，第四年度谁啊，然后见了谁，然后说了什么啊，大概基本上这个比较详细，然后中间就没有了，中间就没有记了。然后到了晚年涅槃的时候，游行到居士那，这个也记得详细啊，受纯陀最后供养啊，受阿摩罗尼的供养，然后这个到最后要入涅槃了啊，然后在居士那啊为弟子啊说法啊，那八王分舍利啊，大概就这样。好，那么后来觉得啊，从出家开始讲就。觉得还少了什么，所以就从诞生啊，那这里一样啊，这里就加上诞生的因缘了啊。我们说这个已经是集合的了啊。那大智度论里面说的有一点比较依马明的佛所行赞的啊，就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依他这个的了。好，那我们看哦啊，现在来看啊，就佛传，现在来看这个佛传啊，就是佛传大概是这三部分。主要了哈，但是后来的佛传就分很多了，不止这三部分哦，啊，我们看它是怎么个变化的。那有很多传说了啊，比如说佛陀一出生就能走路，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我们叫一佛都这么啊，那是某一部佛传这么说，啊，有很多种说法，啊，非常多。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就稍微了解一下了啊。那么汉译所传的佛传大概就这，有翻译过来的了，基本上大概就是这十一本，啊，那这十一个里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它大概分两部分啊，两部分了，啊，就一个就是从燃灯佛受记开始说的。最早是没有的啦，最早没有讲到燃灯佛受记这件事。那么就是从燃灯佛受记开始讲，啊，那么这里都是从燃灯佛受记开始讲的。那这个没有啊，普药经这边啊，这边卷数都是比较少，这卷数比较多啊。那普药经这边是从多率天下身开始讲，啊，那么这是从多率天下身，普药经从多率天，这边是从多率天，这从燃灯佛。这边是从燃灯佛，啊，从燃灯佛，这边是从多率天，啊，应该写在这里比较清楚了，啊，从燃灯佛，从燃灯佛受记开始讲，开始说了，这边是从多率天下身开始说。那八相成道其实是从多率天开始的，从多率天，那不同的佛传不同的说法，哦，而且差异很大，哦，差异非常多，啊，比如说佛陀 走七步，啊，然后一走指天一走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有独尊，那么有的说走六方，有的说走四方，有的说走十方，啊，那每向东方走一步就讲一句话，向西方走就很多，啊，就 不一样啊。等一下我们就是从多率天，这个是从多率天开始记啊，从多率天开始记下身，啊，它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是从多率天下身，然后度化四种到度化四种为主，普药经跟方广大庄严经度化四家种，就是六年后度化四家种。你看这个就比较早，这个是二古客而已啊，就是佛刚成佛，然后两个商人来嘛，啊，然后这个是度三家舍啊，第一年啊，然后这个是度四种，就第六年了，这个是度舍利佛目犍连是第四年，啊，就记载的不太一样。那这里是从，但是它是从燃灯佛开始，这个是从多率天下身，释迦佛从多率天下身开始说，啊，从多率天下身。好，那有部的啊，有部的比较，它基本上像所有的经典都讲右胁出身，但是有部的基本上你看他看他就没有讲右胁出身，就是毗那耶婆僧室里面他基本上是讲他还是从产道出生的，那因为从产道出生，为了摩耶夫人的庄严啊，就旁边天人视线一个老妇人挡在他前面啊，他这样，他这个记载你看他就没有那么说从右胁出生，右胁怎么样出生啊，那但是所有的佛传都讲右胁出生哦，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为什么是右胁啊，右胁在讲些什么。好，那这个是大概佛传了，那佛所行传是马明做的，那么这两本是集合所有的啊，集合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二三啊，就是这个出家修行，然后诞生因缘，然后最后游行，那么全部就是这两本是集合的，集合所有的就是所有佛传里面最全的啦啊，那主尤其是本行集经，那本行集经是一这个各个部派集合所有啊，尤其是本行集经，它这个是集合四部佛传啊，法藏部以法藏部为主，这个是以法藏部为主，法藏部的佛传为主啊，根据记载了啊，以法藏部的佛传为主啊，佛传为主。
法藏部的都知道是什么集什么集的啊。那么集合有部、引光部、大众部、化地部，依法藏部的为主，再加上啊化地部的、引光部的、化地部、大众部、有部。化地部、大众部、有部、引光部，啊，就加上其他的部派啊，他有的部派啊，然后大化地、大众、有部跟引光啊，就总共有五部的佛传集合在一部里面，啊，集合在一部里面。那么有部基本上都叫做什么大庄严啊？这个是有部的，有部的都叫做什么大庄严啊？这个是有部的佛传啊。那如果是引光部的，就是佛王因缘啊，过去、现在、因果经，啊，佛过去的佛王因缘，啊，这个是引光部的。那么法藏部的都是什么本行啊，本行、本起、修行本起啊、本行啊，这是基本上跟法藏部的比较有关啊，啊，就本行集经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属于法藏部的。这个是引光部的。那五化地部的是毗尼赞根本，啊，太子若应本起经啊，没有，这个是法藏部的，这个是化地部的，这个是化地部的，这个是法藏部的啊，啊，中本起经也是啊，那所以这个。中本起经跟过去现在因果经，啊，大概是这样，啊，那摩诃升起律，啊，这个没有，啊，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佛传，啊，现在的佛传。好，那大智度论里面，好，我们现在来开始来看大智度论里面记载的佛传里面的说法，啊，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些传说到底怎么来的？因为释迦佛不太，我们这样讲啊，释迦佛说法偶尔会说到他过去生怎么样，但不太可能说得那么清楚，甚至说到啊，他这个从多帅天降生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应该不太会说这种东西了啊，那也不太会讲那么详细了。那后来佛传基本上是。很多佛弟子，当然有一些是天人，啊，有一些是，啊，天人看到的，天人看见，然后他这样说的，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啊，或是当时的天人，或是升到，啊，佛弟子很多升到天上去嘛，然后还在天上，然后也许是下来讲这些事，啊，但反正佛传就传出很多了，那有些是编的，有一些明显是编的了，包括本生谈佛的过去生，啊，很明显是编的。有些是佛陀的说的，有一些是佛弟子编的，有一些是印度本有的传说，就给他说啊，佛这个是佛的过去生啊。那我们知道大乘经典里面有很多这种方便。好，那现在来看啊，现在来看这个，因为讲到第三件事，说般若经的第三件事就是啊，受请转甚深法轮。那受请转甚深法轮是放在最后，前面就讲，从出生开始讲，啊，从出生开始讲。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看这个经文。那讲到这个佛跟他的一生有关的，啊，基本上在啊这里是卷一的啊，然后卷二十、卷三十四、卷五十啊，大概都有说到。等一下我们再写啊。现在先来看，他说：复次，菩萨出生时，放大光明，普遍十方。好。先来讲这件事啊，就是
菩萨出生放大光明普遍十方这件事。那这个基本上是所有的经都这么记载了啊。那佛要放光，第一个我们看大圣经通常都是放光跟动地，那有些有讲动地，有些没讲，像这里就没有讲啊。但是有些佛传里面就是放光动地，那后来佛说法也都放光动地，佛要涅槃也是放光动地，就是佛出生，佛转法轮啊，那佛转法轮不是出转法轮，只要在转法轮、转甚深法轮或转法轮的时候，有些就是会，就是这个放光是，就是比较，因为佛都一直在放光啊，但只是说他可能让大众都看见这样，啊，就比较特殊了，放的光不一样。像华严经，你看华严经，还没佛还没说法，就开始先放光，从脚底放光放到头顶，啊，就是这样，从脚底开始放光，啊，毛放光，放到头顶就开始讲，啊，那大地六种震动啊，都是讲这些，啊，那就是后期的大圣就强调这个了，放光动地，放光动地。那阿含经里面就比较没有在说这个，阿含经里面比较没有在说这个，所以金刚经也没有放光动地，跟一般的大圣经不太一样，所以它比较有早期的观念。好。他现在说佛出生时放大光明普遍十方，那现在先讲啊，就是通常是这样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在大智度论卷三十四，这个是佛传啊，等一下我们擦掉了。大智度论卷三十四，他就有探讨这个问题啊，他就有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再回去看。他说佛放光通常是六个时候会放大光明，放大光明普遍十方啊，这种放光跟一般的放光不一样啊，就是在六种情况下会放大光明啊。第一个所以这个就讲到八上乘道了啊。第一个啊，就是从多率天啊，应该我们这么讲啊，从就是放大光明遍照世间啊，没关系，我们先讲好了。第一个啊，从多帅天上欲降神母胎，天上啊欲降神母胎，要入胎了。这是第一个会放大光明的，第二个啊，出生之时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这里讲的啊，要勤转法轮啊，出生之时，他从出生开始讲。第三个成道时，第四个啊，转法轮时，第五个波涅槃时。第六个娑婆的波罗蜜时啊，那娑婆罗蜜也是转法轮啊，你看讲《法华经》也是这样啊，放光啊，讲《华严经》也是放光啊，都是这样。那但是他因为他这里是在解释波罗，特别重波罗，所以就把波罗特别说出来啊，说波罗波罗蜜时啊，就是转甚深法轮啊，波罗。这个一这里的说法就是要转甚深法轮的时候，转甚深法轮。因为佛说法也有说这个世界升天之法，世间的，所以缘起甚深。一般来讲，甚深是指缘起，涅槃一缘起得解脱正涅槃。甚深复甚深，这个基本上我们说的就是法住智跟涅槃智了。好，那般若转甚深法轮，这在这六个时候啊，在这六个时候
在这六个时候会怎么样呢？啊，他说放大光明。他有的还讲大地六种震动啊，就是放光震动啊，基本上是这样。放大光明，遍照此世间啊，遍照此世间啊，他遍照世间啊，那就在这个世间幽冥之处。遍照一切世界啊，就放大光明。一个遍照此世间幽冥之处，第二个遍照一切世界啊，就其他他方一切世界，然后这个世界的幽冥之处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个是讲到佛啊，这里说佛出生的时候啊，放光。放大光明，普遍十方啊，先讲这个哈。好，那他还有谈到啊，因为后面说的，我们就把它提到前面来一起讲。然后后面再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很熟悉了啊。所以我们把后面有讲的啊，有相关的都放在一起讲。啊，大智度论在解释般若经也是这样的，就前面讲的很详细啊。好，那么他就讲到。那为什么会有光明啊？然后他应该放大光明，那么他就开始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光明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光明啊？就是何以有光明啊？大家可以去，如果有的话，就是回去看那个卷34啊。他说为什么有光明呢？啊，他举出八点。啊，八点来说，这个佛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光明？那一般的人怎么样得这个光明？一般的人也有光明，但他怎么样得这个光明？好，他举出所谓的八点，你有这八点，你会身会放光，会有光明啊。那佛的光明基本上当然更大嘛，啊，光明有分嘛，那你可以遍照十里、二十里啊，遍照这个十方世界啊，不一样，所以会有光明啊。他举出八点，第一个身业清净就会有光，那个应该就是业啊，业，你做黑业就比较暗，你做白业啊，就善业恶业了，那就比较光明啊，身业清净会有光明。说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光？那他光明从哪里来啊？第一个就是身业清净会有光明。这个是大智度论说的了啊，龙树说的了，龙树说的啊。第二个啊，心清净，心清净也会有光明，基本身口一清净了 啊，基本上就是光明啊，也会放光。他说像这个欲界天的天人啊，那么他持戒布施，那么而且是清净心来持戒布施。那么他天人本身就会放光，那不同的天不同的光，然后有些是定力的光，那个是心的光明啊，都不一样。那么基本上就是心清净，这里是说生持境界，生持境界，以大智度论的说法，生持境界，那么你就会有光。那这个心清净是啊，心清净布施持戒。心清净，啊，不是杂染式那一种的，心清净不施持戒，如欲界天人，啊，他举个例子，像欲界的天人，啊，我们如果看到天人，看到会放光，啊，如欲界天人。好，那第三个，第三个是说，啊，怜悯众生，啊，依你的行为了啊，
你怜悯众生，暗处燃灯，啊，就是点灯啊，为了要给人家照明，啊，因为你照明，让人家有照明，你身就有光明啊，基本上这样，暗处燃灯，啊，就是我们说的点灯了、啊，点灯在佛时代就有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绿光灯嘛，啊，只有油灯啊，就是怜悯啊，怜悯众生啊。暗处燃灯，就是你有慈悲心，你在那个黑暗的地方燃灯，啊，给人家光明，给人光明，那么你这个心会让你身有光明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这种身的光明其实是从你心的光明出来的啊，所以真正的点灯，真正的点灯是依这个心有慈悲有智慧啊。那第四个就是你也点灯，但是这个点灯是燃灯供佛，供佛跟供身啊一样。就在僧团里面点灯，燃灯供佛，啊啊，这个也会让你，这个是大智度的说法，也会让你身有光明，啊。那第五个是啊，也是跟慈悲有关系的啊，叫常修慈心观，啊，你常常修慈心观，常修慈心，常修慈心，怜悯众生啊，一样是怜悯众生。那么也会让你有光明啊。第六个啊，就修念佛三昧啊，因为佛也是光明的嘛啊，修念佛三昧，心专注啊，然后观佛的相好光明啊，修念佛三昧也会有光明啊。然后这个主要是念诸佛功德光明哦，念佛三昧是念诸佛功德。以及他的光明相好了，光念诸佛的光明跟功德了，念诸佛的光明啊，其实都是相好庄严光明以及功德。那第七个啊，你修火片也会，其实修光明片也一样啊，修火片火光啊，啊修火片啊。那么第八个，以智慧光明教化啊。你看这第八个啊，以智慧光明，智慧之光啊，光明。教化愚暗众生，愚昧的啊，那么比较愚痴的众生呢、啊。邪见众生，让他有智慧啊！你让别人有智慧、有光明，你自己就会有智慧、有光明啊！其实这样，这个是大智论里面啊。那这个当然是重点，般若波罗蜜哈，为般若波罗蜜说，以般若波罗蜜说。那佛说般若波罗蜜，让众生得般若波罗蜜啊。那当然，佛是具足一切了。那有些人就具足这个，有些人具足那个啊，不一定。那在探讨，就是说。佛到底什么时候都是放大光明？这里讲放大光明嘛，遍照十方世界。那么在这几个时候，啊，在这几个时候，那现在是这个，啊，说般若波罗蜜，转甚深法轮的时候会放大光明，啊，那为什么会有光明啊？就这几点。那现在是这一点啊，以智慧光明教化愚暗邪见众生，啊，这个是在讲。讲这个就是佛成道啊，放大光明。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啊，这是第一个了啊，第一个。那我们说这个是佛传里面，龙树是参考佛传里面的，那基本上应该是依《佛所行赞》里面的。好，那再来看啊，行智刚出生的时候是行智七步啊。那么四顾观察，作狮子吼而说偈言：“我身胎分尽，是罪莫后生。”啊，那么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好，那这是刚出生的时候的记载。那我们说，那佛陀
这个是佛陀说的吗？佛陀会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就讲话，然后怎么？还是说，但有的佛传是说摩耶夫人说的，有的是说金饭王说的，啊，好像金饭王在场，啊，金饭王到底有没有在场？其实也说的不一样，啊，那因为印度人的观念是生第一个小孩要回娘家生产，啊，那个迦毗罗卫国人的观念吧，啊，要回娘家生产。那他的娘家迦毗罗卫国，释迦佛是迦毗罗卫国的，就是金饭王是迦毗罗卫国，但是这个摩耶夫人是天碧城的啊，他不一样。那大概就在现在摩耶夫人的娘家，基本上在现在的这个兰毗尼那边了，啊，那个是他摩耶夫人父亲的王家花园啊，那个叫天碧城啊。据说耶稣陀罗也是出自天碧城啊。那摩耶夫人要回娘家生产，那还没走到王宫，就走到花园啊。那走到花园就已经快生了啊，所以据记载就是走到那一边，在那边休息的时候，那么就快生了啊。那要生的时候，他就攀在那个一棵树上啊，叫做无忧树。就变成他手抓着无忧树，然后就生下来了。那因为手抓着无忧树，手攀着无忧树，然后手攀东枝，那就是他往西，那基本上就是可能在是 在东方，就树了，树在东边。然后他手右边抓着的时候，那个时候生下来，开始有所谓的右胁出生这一件事。好，那我们先来讲，他这里没有讲到右胁出生，但是在其他地方大智论也有讲到右胁出生啊。大智论也有讲到右胁出生，那右胁出生除了破身之，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有部的记载之外，其他的各部佛传都是讲右胁出生，啊，那右胁出生一直困扰到很多人。佛有可能右胁出生吗？啊，那这件事我们稍微要讲一下，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是我是觉得不可能右胁出生。右胁要怎么生啊？那它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稍微来说这件事了。啊，走七步等一下再来讲啊。走七步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佛传很多，各个记载的不一样啊。但是就是出生放光动地啊，那这里只讲放光，然后这个一出生就能讲话，讲什么话，走几步啊，一般都是走七步，但是六个地方各走七步，就不只是七步了啊，就48步了。四个地方。啊，就42步，四个地方各走7步，就28步了，啊，所以不一样。那讲什么话又不一样。好，那这个其实在经论里面也有探讨，啊，也有探讨。啊，那我们稍来说这件事，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啊，就是好，从右胁生这件事其实是跟印度文化有关系。好，那么我们说先看啊，比如说《摩登伽经》。像有部他就比较保守，他基本上讲的是从产道生的，不是从右胁生的，啊，那我们先讲这件事，讲就是说为什么讲右胁生，他是在说明什么？啊，《摩登伽经》，他基本上说到，啊，卷一，他说四性啊，婆罗门，印度有四性。四种种性啊，那么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是平民啊，刹帝利是贵族了，婆罗门是祭司啊，宗教祭司，
是宗教祭司啊，主持宗这个是贵族，武士啊，国王啊，王主就贵族，就是国王跟武士这一类，这个是平民。那么另外一个叫做首陀罗，首陀罗是贱民，贱民其实是。贱民其实是达罗韦图的原住民了，那原住民被征服之后就会贬为贱民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二等三等公民啊，通常都是这样的啊。那你一个去征服一个地方变成你的领地之后，你就把那些原来的人就变成是下等的，比较下等的，通常也这样了啊。好，那依据印度的说法啊，就是其实是雅利安人啊入侵了印度之后，那么他们自封为啊，就是高贵种姓的。那么他把他们的人啊，他说，因为他们是姓梵天吧，这是从梵口生，从梵口，口是最尊贵的嘛，这个是从梵的邪啊，邪或是尖啊，或是尖啊，就不同啊。face 是从脊，从饭的脊，肚脊，所以就产到那里了啊。那有些就是腰啊，啊，那这个就是《摩登伽经》跟《初要经》都是这么说的啊，《初要经》，《初要经》是卷十三啊，大家可以参考。那么这个首陀罗啊，是从脚，梵的脚，或是他的膝盖，好，从他生的，从梵口生啊，好，那所以从右胁生，从右胁生，如果一这样来讲哈、啊，那么主要是说他是刹帝利，因为佛陀是刹帝利的啊，胁。那男的是右边，女的左边，大概这样啊，就从右胁表正道啊。那么，所以基本上是说，第一个右胁生，佛陀是右胁出生啊，这胁有时候就写这个胁啊，都一样。从右胁生，第一个只是表法，表他是刹帝利啊。第二个可能是说他从刀立天下来啊，这因为时间到了，等一下我们再来。下一次再来讲啊，八四点到了。好，那么第一个就是它是表，它是刹帝利，它刹帝利种的。那因为印度人的习惯就是啊，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是从梵的口、胁、脊、脚出生的。那说释迦佛是右胁生，第一个表它是刹帝利。第二个，啊，可能是说表他是从多率天下的，啊，从多率天下生。因为天人的出生方式，天人的出生方式，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先把这个讲完啊。那么长阿含卷二十。他有一本经叫《四纪经》，《四纪经》就是佛教的创世纪啊，世界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啊？讲这个，那有哪些天啊？有哪些人啊？或是启示经啊，或是启示经啊，都是讲这个的。好，它里面记载是什么呢？好，就是说天人的出生方式啊，从四王天，嗯，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哈，从四王天。四王天、刀立天、然后焰摩天，多帅天，然后这个也牵涉到为什么一出生就能讲话、就能走路啊？其实也跟这个有关系啊。那么化自在天叫做化热天，他化自在天。他说：“这个四王天出生的时候，
啊，那像一到两岁的小孩，这个是两到三岁，但这个说法不一样啊。有些说是，有些是说这个倒立天，主要是倒立天啊，他一出生就大概像人间的五岁六岁，有些说是十二岁啊，就讲的不一样，讲的不一样啊。像启示经他就讲是十二岁啊，启示经就讲是十二岁。那这里是这么讲啊，我们说依这里讲的，然后这里是三到四岁。都率天啊是四到五岁，啊，那么化乐天是五到六岁，他化自在身六到七岁。好，那么基本上四到五岁就可以讲话了啊，他是以都率天出生的方式来说的。那他因为他们是化身，天人是化身，化身就是不是从产道出生的，不是从肚子里面出来的，他是在你的身体的某部分就直接出来的。这是跟佛陀从右胁出生一样，他并不是，他也记载啊，这右胁没有裂缝啊，也没有伤口啊，都没有啊。但是他就是在右胁这边忽然间就出来，并不是说右胁这边有一个洞他跑出来，不是，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右胁出生，但是右胁出生的概念就有一点像化身的概念。好，那这个化身为什么是右胁呢？好，我们就讲这件事啊，就是说，好，先我们是依先依这个四纪经的了啊，如果依这个出药经的，我依启示经的，他就是十二岁。启示经的就是这里出生就是十二岁了，啊，所以他能够走路，能够讲话。好，那么他是讲刀立天，刀立天，天然坐处西边，啊，就是他主要是讲刀立天啊，就是他在西，从西这里。那如果照这里来，其他的他没有讲，其他的他没有讲。但是如果照这里来讲的话，啊，那么这个从膝像这里一样啊，从这个脚，从膝，从腰，从鞋。好，那么如果朝这里来讲的话，那么夜摩天就更高一级，要从什么？从腰，啊，从这个腰，他就从腰了，就是才腰变这边化身。因为倒立天是从膝盖这边化身的嘛，啊，然后就在膝盖这边化身的，啊，那么如果是都率天的话，就变成什么，啊，从胁，就是从肩呐，啊，或是从胁，啊，从胁化身，或是从肩化身，啊，那再上去可能就是，比如说从顶，啊，从顶化身，然后这上面可能就是胁啦，啊，或是肩呐，啊，啊，或是颈啊，或是这里，就是这里是从顶。从点这里可能就是从口，啊，不晓得，反正就类似像这样。但是因为他只讲刀立天是从西化身，那么他是越高级就不一样嘛，越上面嘛。好，那所以如果照这个来说，如果依四纪经来讲，右胁化身这一件事，右胁化身这就是表法两种，一种是他是从兜率天下来的，兜率天人的出生方式就是这样，啊，第二种是表他生在刹帝利，啊，那么刹帝利是从梵依吠陀经的说法，婆罗门的说法就是从梵的胁化身的，啊，梵的胁生的啦，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右胁出生这件事，右胁出生这件事，主要是表法，并不是真的。佛陀是从右胁出生的，这没有人会信啊，就我都不信。那哪有可能从右胁出生啊？那所以基本上它是表法的。如果依这两部经啊，《摩登伽经》啊讲四种性，那么《查罕经》《启示经》讲天人的出生方式，所以很简单，就是第一个它是从道一天下来的，啊，所以从邪生，那出生就是四五岁小孩，啊，大概这样。然后第二个它是出生在刹帝利，啊，王族，所以它是邪出生，啊，其实是这样。好。啊，我们就先讲到这边，然后后面再来讲啊，可以走七步，讲了哪些话啊？那这个其实是各个佛传讲的不一样，从北方到走一方，到走四方，到走六方，大波涅盘经十方怎么走？六方就上下，你要怎么走？可以很简单，是表法。你说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你往上怎么走？往下怎么走？可是它有六方啊，六方都讲的话。十方啊，大波涅盘经甚至讲十方，所以这件事基本上佛传这些都是后来加进去的，其实就是
它都是为了说明表法的意思而已，你不要把它当真啊，其实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大家礼。